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湾新闻台的新闻主播红姑。大家好，长期专业以欧系汽车销售服务为主的盛和汽车董事长柯玉元及总经理柯富腾在车界素有台湾汽车双雄之称。盛和汽车董事长柯玉元表示，宝狮雪铁龙为全球汽车产业中知名的法系品牌，宝狮雪铁龙这两大品牌均充满着来自法国的设计风格，以其超低的油耗、省油、低保养费、低售价、舒适、安全、配备水准高等众多的优点，是这两个法国知名汽车品牌令台湾车迷津津乐道之处。记者邹志忠报道。哎，柯董你好哈，我想我们这个雪铁龙哈，还有我们的宝狮哈，这个的车在整个市场上的一个竞争优势，来请我们的董事长帮我们说明一下。好，这个法国的宝狮跟雪铁龙这两个品牌的车，它巨大的优势就是，油耗是特别省油。那个每公升大概都在20公里边缘，如果长途的可能比20公里更多，那这个是它在欧洲车领域上最大的优势，那还有它的美学设计，它内在的空间感比任何车种都来得好，内在的空间感，而且它的设计美学哈，它从外观到内在，它很有它独特的一个设计，尤其内在哈，它每一个款项都有它独特的地方，我们是欢迎哈，喜爱欧洲车的人，甚至爱车主都可以来鉴赏哈，鉴赏欧洲法系的车子哈。我这里有宝狮、有雪铁龙这两个款项的车子，它特别的美，特别的，这个各方面的设计真的是会符合玩车者、用车者的一个偏爱。那它在保养会上，保养会上又是特别的省，它大概每次的保养大概3-4千块左右，3-4千块左右，那所以它保养费是消费者考虑的一个重点，它的油耗也是消费者考虑的重点，它的功能性也是消费者考虑的重点，再加上欧洲车它本身的安全结构又特别讲究，特别讲究，那所以在开车的行车安全，它的安全性相当的好，它的省油、它的空间设计、它的外在的美学的一个设计都是与众不同，尤其它车体里面你坐在不管是驾驶座是副驾驶座两旁，你看它外在它的那个三角四窗几乎没有死角，没有死角，这个是一般车比较没有的地方，那开车起来的感觉是特别的宽阔，特别的宽敞，坐在车里面甚至你可以看到边开车尤其夜间可以边赏星星，前面的挡风玻璃前面的挡风玻璃特别大，而且等于是你的遮阳板可以往后移，那个真的是边开车可以边赏星星，当然不鼓励啦，主要是坐车的人可以啦，开车的人当然注意所谓的行车安全嘛，坐车的人真的可以有眼福啦，尤其夜间的那个星星看起来很灿烂很美好的时候是一种享受，所以，如果想换车想买车，可以做个比较，因为它本身的车价不高，它的那个真正的
那个使用起来的功能又多，啊，它是值得哦，要买车人来鉴赏哦，多做各个品牌的比较，我觉得你会爱上法国车哦。我听了我就爱上法国车了，所以呢，我们各位乡亲好朋友，不到150,000，你可以买到法国的名车，省油，省钱，经济又实惠，欢迎大家一起来彰化县的盛和汽车赏车，董事长欢迎你哦。谢谢。